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刘星。即使坦克的大炮口对着我的窗户，我也不会屈服。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面对左派政客的攻击，平时有一些羞涩的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做出了坚定的回应。根据一位集权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说，在他们裁判一件对于当权者非常重要的案子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一辆坦克，坦克的炮口对准了最高法院。这个场面非常清楚地传达着一个信息，就是如果判决不符合当权者的权益，这些法官的后果可想而知。阿里托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但是他没有屈服，而是坚定地维护了宪法。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美国最高法院中的坦克人大法官阿里托的故事。塞穆尔·阿里托1950年4月1号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今年71岁。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和校长，父亲是意大利移民，后来上了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了新泽西州立法服务办的执行主任。受父亲爱好的影响，阿里托从小就喜欢棒球，少年时打二垒，并梦想成为一名棒球委员。成家之后，他还在儿子的少年棒球联盟担任过教练，他自己还去了钟爱的费城棒球队，和职业棒球手一起打二垒。一直到现在，阿里托每一个赛季大概会看100场比赛，这种热爱和坚持也塑造了他不凡的意志力。读高中的时候，阿里托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他参加了十多个俱乐部，包括辩论队、乐队、田径和荣誉协会。他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毕业时是班级的致告别词代表。1968年，阿里托高中毕业后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期间，他组织了美国社会的隐私边界学生研讨会，并提出制定法规和法院监督的想法。他还担任了美国辉格哲学学院的辩论小组组长。当时，美国军人正在越南打仗，大学生应征入伍的人很少。阿里托报名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如果他被安排为现役，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事实上，1975年9月，阿里托现役，一直到1980年退伍，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上尉军官了。不过，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阿里托已经立志成为一名大法官。1972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在年鉴中写下了自己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在最高法院占一席之地。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阿里托进入了耶鲁法学院，在那里他担任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并在1975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比同时校友的托马斯大法官晚一年毕业。1985年，阿里托和玛莎·安·阿里托结婚。玛莎曾经是法律图书管理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在加入最高法院之前，阿里托在新泽西地区担任律师，后任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达16年。巡回上诉法院任职期间，他共参与了10起死刑案件。在5个最有争议的案件中，阿里托大法官都投了反对票并表达了意见。有的案件，阿里托是独自提出异议。无论他人对死刑有何看法，阿里托都力排众议，致力于履行宪法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他这种护宪的强硬态度赢得了当地人的喜爱和尊重，因此以阿里托大法官名字命名的一款咖啡至今还在新泽西纽瓦克的沃德咖啡店里出售，并且广受欢迎。这一款咖啡叫 A Little Bold Justice，翻译成中文是阿里托的大胆正义，是他2001年的生日礼物。当时阿里托一直想要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因为现有的咖啡不是口感太强就是太清淡，或者太咸又或者太苦，
在他生日那天，他的助理按照阿里托想要的口味，凭感觉要求店员特别调制了这一款咖啡，是用哥伦比亚、蛙爪和新几内亚粉混合之后，再加一点黑咖啡调制出来的。了解阿里托的前美国律师劳伦斯·赫尔曼说，这一款咖啡和阿里托很配，是很强的烤制的那种味道，就像那个家伙的原则性一样强。俗话说，花有花语，咖啡也有自身的内涵。自从阿里托被提升大法官之后，这一款咖啡的销量一直在增长。如果哪位观众有兴趣，可以去感受一下正义大法官的味道。2005年10月31号，小布什提名阿里托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在2006年宣誓就职。他是继斯卡利亚之后第二位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意大利裔大法官。不过，阿里托出任大法官并不是一帆风顺。就在提名当天，当时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议员的乔·拜登就发表声明，表达了对阿里托保守主义观点的不满。他希望的是一个中间派大法官。拜登在声明中明显表示了对阿里托的不放心，因为被接替的大法官是一个中间派。拜登还说赌注不能再高了。2006年1月9号到13号，参议院举行了阿里托的确认听证会。民主党议员对阿里托进行了狂轰乱炸，在18个小时中回答了大约700个问题，一度还被司法委员会否决。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是，阿里托在普林斯顿期间是否加入过一个校友组织，这个组织被视为右翼团体，歧视妇女和少数族裔。不过，阿里托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在听证会上，阿里托拒绝了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评审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意见。也许是受益于辩论会的锤炼，面对民主党议员的刁难，阿里托总能快速地给出一个答案，让反对者无话可说。可能是看到阿里托的势不可挡，在最后一天30分钟的提问中，拜登的问题越来越漫无边际。他用来提问的时间竟然是阿里托回答问题的八倍，甚至一度还谈到了自己的儿子没能上普林斯顿大学，只能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终，2006年1月31号，参议院以58-42通过了阿里托的提名。2月1号，阿里托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1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15年间，阿里托大法官秉持保守派立场，坚决捍卫美国宪法。他对当下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和言论审查、拉清单的风气很反感。他的同僚评价说，虽然阿里托大法官是一个害羞的人，但是他不为处理争议有明确的是非观，也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本质上是一个法律上的文本主义保守派，不会以顺应现代观点的方式解释美国宪法，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变过。2015年，对于奥巴马的医改可负担医疗法案，阿里托、托马斯和斯卡利亚三名大法官一起向法院发表了严厉的反对意见。同年，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裁决中，他坚定地站在保守派少数一方。他在异议书中写道，同性婚姻和悠久的传统相反，并且这个决定会被那些妄图消灭反对声音的人所利用。我们在视频中可以看到，阿里托是唯一当场对奥巴马表示不满的大法官。阿里托说，现在人们不能谈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对婚姻有传统认知的人现在被认为是极端分子，并且他们有可能被贴上偏执者的标签，政府、雇主和学校也会如此对待他们。去年有两起案件，最高法院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由，驳回了加州和内华达州教会对宗教集会规模进行限制的上诉。作为反对对宗教集会进行限制的阿里托大法官发出了警告，认为州政府的这些限制都在公然歧视宗教礼拜场所，
宗教自由有可能会降为二等权利的危险。他说，宗教自由应该是最珍贵的自由。更让左派恼火的是，在2020年大选中，阿利托大法官下令宾夕法尼亚州要把11月3号晚8点之后收到的邮寄选票分开存放，分开计票。去年12月11号，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2拒绝受理德州总检察长起诉宾州、乔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请求，认为孤星州缺乏利益关系。大法官阿利托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在我看来，我们无权否决其提交诉状，因为该案属于我们管辖范围内。托马斯大法官也提出了异议。根据一名最高法院的职员透露，当时最高法院对是否受理德州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咆哮道，如果我们听证这个案子，你能为暴乱负责吗？不要告诉我布什和戈尔的案子，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暴乱。你忘记了你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尼尔，我不想再听那两个初级法官说什么了，我将告诉你们怎么表决。托马斯法官抗议道，约翰，这是民主的结束。当大家离开房间时，阿利托和托马斯明显很生气，罗伯茨自由派法官和卡瓦纳都带着大大的微笑，而巴雷特和戈萨奇似乎没有表情。今年1月20号，阿利托大法官以疫情为由拒绝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托马斯大法官也没有出席，以及另一位年事已高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缺席就职仪式，这是20年来首次发生。2月22号对宾州选举案最后进行表决时，最高法院以6-3拒绝受理，理由是无法改变任何联邦选举的结果。阿利托、托马斯和戈萨奇坚定维护宪法、维护选举的诚信，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受理。和托马斯一样，作为保守派大法官的旗手，阿利托近年来也受到了左派的猛烈攻击。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批评阿利托，称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政治黑客，说他的言论是赤裸裸的右派偏见，甚至对阿利托进行了人身威胁。面对这一切，阿利托毫不畏惧。在去年11月13号的演讲中，阿利托说出了故事开头的那句话，即使坦克的大炮口对着我的窗户，我也不会屈服。阿利托还说，让我们回到一些基本的东西上，最高法院是宪法创建的，不是由国会创建的。在宪法下，最高法院履行合众国的司法权，国会无权干涉。好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